继续来看到屏东县府今天举办了饭汤节活动，特别邀请到各区农会家政班的妈妈们展现了厨艺。饭汤呢，不仅融入当地的食材，更是以闽南、客家、异国、原住民等四种方式调味制作，总共发放了1500份，让民众在冷冷的天气当中温暖身心。长长人龙看不到尽头，有人独自前来，也有人带着一家大小。冷冷的天气，大家到底在排什么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在排饭汤。一碗一碗排整齐，舀起一汤匙甜龙笋放进去，再把热汤加进来，香味扑鼻，令人口水直流。迎接2024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，县府举办饭汤节，邀请各区农会家政班妈妈一展好手艺。芋头、南瓜，还有米、菜、桃。饭汤融入当地食材，像是离港的泰国虾、新源的豆薯、高树的芋头等等，再以闽南、客家、异国还有原住民等独特调味方式，做出四大风味饭汤，总共1500份，民众吃的超开心，很好吃。啊，有吃到什么料呢？芋头、海鲜，里面有南瓜、芋头、虾子，还有香菇，还有白萝卜。整碗满满的馅料。冷冷的天气吃上热乎乎饭汤，不仅暖了身体，也暖了心。记者苏世伟，屏东采访报道。